下面那个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封口机把这个装满水的袋子封住啊，等一下封住以后呢，水啊倒过来它不会流出来。现在已经封好了，看啊，这样是我刚开了啊，这个水啊倒过来，现在已经是水滴不出来了啊，封得很紧了啊。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封口机。